唔多。各位觀眾，哇！你叫我靚仔嚟，你叫個靚仔，應該知聲嘅。你哋啲人都大啦，係嘛？跟住我哋又唔明白，你即刻着成咁，話你似嫖客咧，最多啲咩沙區煤礦啦，未到到上海嗰啲人。嗱，三叔你唔好嬲，佢把口臭啲嘅話你似嫖客，其實我話咧你真係唔似嫖客。咩字啫？系字都似咩啊？咩咩？机嘅系人讲咁大声，你先听到真你。全装仲要系乸嗰只。嗱，所以话你一只耳仔冇见识啊！睇下呢个针，系咪觉得特别似花样华梁朝伟嗰种？我怀疑咧，王菲嗰个妈咧就一定系梁朝伟嘅佣趸嚟嘅，所以专登送件咁嘅西装俾我。阿三叔啊，即系人哋梁朝伟着成咁咧，就领导新潮流。咁你而家着成咁咧，我唉觉得好似时光倒流咁。我今日唔好睇咩，真系。诶，听佢乱噏啊！啊，我讲句真嘅，啊呢套衫喺屋企着下好啦，千祈唔好出街着添啊。放心啦，大佬，你真系当我傻嘅咩？啊！哎呦，你看看，哎呀，好看呐！哎呀，太好看了！系啊系啊，我头先同我哋讲噶啦，呢件衫咧喺屋企着俾你睇，但系如果出街咧，我就唔舍得。看呐，为什么舍不得嘛？这衣服嘛拿来穿的嘛，有什么舍不得？来来来，这还有一件背心，快穿上。唔系啊嘛，冷衫喎，家下天口咁兴，算啦吧。啊，这是小飞亲自为你织的。哦，飞飞织噶，咁啊一定要着啦！嚟嚟嚟嚟，要着湿乸都要噶啦！温暖排衬衫，我头谂个，跟住撑烂啦你！你们说帅不帅？帅不帅？帅，好帅啊！你叫别胡整啊！你要是觉得好吃，我下次再给你寄来。小飞在你这儿住啊，麻烦你了。系啊，阿王菲呢个人咧就好食懒飞，系嘛，即系又唔识尊老爱幼得。但系佢啊，又靓女，系嘛，又有本事吓。咁我个女咧就嫁咗去上海噶啦，我家直情啊将你个阿飞咧当成系亲生女啊。那你也不要客气，他要是有什么不对的，你就要说。咁啊系啊，我哋咧话他多一点。咁啊，将来佢个家婆咧就去捞他少一点啊嘛。是啊，我呀就担心小飞不会做事情。阿飞算唔错噶啦，佢仲时不时咧就煲下汤啊，煮下那个糖水啊，哇，比个杏子啊好好多啦。嗰只嘢啊就衣来伸手，就饭来张口，空家上下就当正佢系煎菠萝啊。哎呀，你说的什么人啊？哎呦，前头嗰个咯。前头？嗯，前头谁啊？睇嚟咁大单嘢，你真系一啲都唔知噶。嗯，康家系专登揞住，唔俾你知嘅。什么事情不给我知道？哥哥阿耀啊，以前是结过婚的。你是说那个照片上的模特啊？哎呀，那不是真的。模特啊？哎，你就是说那个跟阿耀一起拍结婚照的那个女孩子了吗？那不是真的，那是假夫妻。什么假夫妻呀？佢哋摆喜酒嗰日啦，我饮到咧，差点醉掉啊！你喝过喜酒啊？梗系啦，我仲封了20蚊啊，比那个姓纸啊！你还给钱？什么纸？姓纸。他咧就是那个阿耀啊第一个老婆啊，如果唔系因为佢咧，阿耀系对我哋嘅婉玲咧就即喂，千挑万拣找了个二手货，就系咯，我再找点往哪一个？喂，即系咁，即系咁，你千祈唔好同康家讲系我同你讲嘅，你听我讲，你听我讲，诶，嗰个仙子咧已经飞咗个阿耀去咗日本噶啦，佢哋已经散兵噶，喂。妈妈，你找我有事儿？脱衣服。哈？脱衣服？脱。哦。好。哎呀！哎，妈妈，事儿不是妈妈，我叫你脱衣服，你怎么穿起来了？啊、你不是叫我穿吗？
我这衣服是送给我女婿的，你不是我女婿。啊，妈妈，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？我告诉你，我从小给小飞立了规矩，不做第三者，不嫁二婚头。你是不是二婚的？是。好，那脱。妈妈，不不，这是菲菲亲手跟我织的，我不脱。啥子菲菲哦？我是来一打板的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你别激动，别激动，我解释啊。把衣服脱下来，脱下来，脱下来。你说这个阿耀他为什么离婚呢？他是不是打老婆呀？哎，没有没有，哎，三叔人可好呢，他们俩到离婚都没吵过一句嘴的。那我就更不明白了，又不吵又不闹的，他干嘛要离婚呢？是这样，阿姨，那杏子呢，让三叔出国。三叔不肯去。什么？叫他出国他不肯去？嗯。哎呦，他是不是脑筋有问题啊？哎呀，在我们那儿啊，那是打破头都要出去哦。他出国是不是要很多钱呢？不用钱的，三叔是怕去了日本以后生活不习惯。再说三叔也不是爱钱的人，他们俩离婚以后，三叔把所有的钱都给杏子了。这哟，那一定是脑子有问题。其实杏子也不是爱钱的人，他们俩就是因为老两地分居也不是回事儿，所以他们俩是和平分手的。和平分手？嗯，我可第一回听说，我只知道打离婚闹离婚的，可没听说过和平分手。阿姨啊，其实黄飞跟阿耀的事儿啊，你要不得要不得。啊，他这一和平就把钱通通给别人了，这有钱不要，有国不出。哎呀，这问题，这脑子的问题大得很呐！四川去过吗？哦，我去过。哦，你知道我们四川人最爱吃什么？最爱吃当然是麻辣火锅、麻辣牛肉干，还有蚕丝兔。嗯，基本正确。哎，你知道我们四川的国宝是什么？哎呀，那是我们中国的国宝啊，熊猫。我是从重庆来的。哦，重庆呢是我们中国的第四个直辖市，也是呢西南大开发的枢纽之一，而且重庆呢是有三城之称、雾都之称。喂，菲菲啊，做咩你妈咪咧今日问埋晒啲弱智嘅问题嘅？弱智？我阿妈怀疑你呢度有问题。怀疑我啲？妈，怎么样？比三呆子聪明吧？妈，你女儿我怎么可能这么笨？是不是傻子我还能看不出来吧？哎，妈，我都测过了，以我的智商和她的智商加起来呢，以后我们的比例啊，90%是天才。那万一是那10%呢？啊，那么多万一啊！那照您这么说，天下谁也别结婚了，那生出来孩子都是傻子。不是小孩傻，是你傻。你跟他认识的时候，他离婚了没有？离了呀，怎么了？不是因为你？妈，你这说到哪去了？你女儿我像做第三者的吗？你想啊，这个日本这么好，又有钱又有老。他为什么就不肯去呢？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我没问他。糖衣炮弹哦。哎，啥子糖衣炮弹呢？我这是喜欢你。多谢哈。阿姨婆啊，啊，你唔好同我妈讲。为什么？我妈怕我肥，唔俾我饮呢啲药都。哎呦，小孩子家家的，肥点怕什么呀？越肥呀，身体越健康。给我饮。哎，烟烟。你三叔对你好不好啊？孤寒佬嚟嘅，少气贵。那他对你三嫂子好不好啊？好啊，又买饮又买食，唔知几大方。那他们这么好，为什么要离婚呢？咁中意离咪离咯，乜唔出奇啫？反正佢哋又冇 BB， 边有牵挂嘅啫？哦，没有 BB 就要离婚呐？他们结婚几年啦？两年几啦？两年几？
晓得哦，这个龟儿子他是不能生小孩。四娃子，我是为你好。亲家母啊，隔年仇呢两母女嘛冇嘅。嗱，我啲细路啊，成日都俾人喷咗面屁啦，咔咔咔冇事啦嘛。哎呀，他阿爸，我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，可是你说这找个二婚的，我这脸面往哪儿搁嘛？委屈的黄妈妈，我跟你讲，其实啊，二婚的男人呢、啊，很抢手的。二婚你还抢手？抢手！二婚的男人成熟，二婚的男人懂得，怎么去生活，二婚的男人懂得怎么去疼爱他的老婆。我就是二婚，他也是二婚。啊，兄弟要帮不帮拖啊？咁你为咗你兄弟咁大啲小猫俾我啃啊嘛？咁你啃啃啊！啃！你看看，他都点头啦。黄妈妈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这是买大送小哎！啊，他是托着儿子嫁给我的，啊。系呀，啊，就是嘞，二婚好啊，会夫妻感情好啦，对老人家好啦，对父母又好啦，对啲朋友咧服侍周到喎。啊，好到咧就门前三包，多买多送，送完即止，系咪咁啊？系呀。我就喜欢他这个样子，心直手快。黄妈妈，你唔好睇佢哋两个系再婚噶，诶，两个感情好好噶，有时巴拉牙下，从来冇真正反过面噶。系啊，我哋两个从来就不吵架嘅，小吵咧就可以怡情，大吵咧就更加稳定，系嘛？即第一次结婚咧，就是不稳。不穩定啊！再次結婚咧就好穩定噶啦，好似我哋阿三叔咁啊嘛。咁你都讚佢好啦，係咪？是啊，阿姨，你又不知道，他們四兄弟當中最會疼老婆的就是阿耀啦。係呀係呀係呀。咁即係而家話我唔好啦？不是，你是對俺好，阿耀是對黃飛好。黃媽媽，我們康家最老實的那個都可以說阿耀好了，你放心。你们广东跟我们家乡不一样的。哎呀，亲家母啊，现在你女儿呢是嫁来广州吗？系嘛，入乡随俗啊嘛。系啊系啊。登记咗啊！一大早就去登记啦。不是一大早，系琴晚我哋已经排定队，今日啦我哋系第一批登记。着什么急嘛？这个事情要慢慢考虑的嘛。哎呀，妈，我就是怕你再考虑又变卦了。哎呀！哦。